他内裤有点太透了。很闹很甜哎！好了，不要再唱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！怎样？要哭了？你这哭哭没关系啊，但是你等一下电影要随便，你有点红红。本集影片功德主是我们的卡洛伊法品，选择卡洛伊法品，让我们的头皮呢享受无负担的旅行。Hello， 我们是夫知道，我是阿凯，我是李敖，好兴奋哦！终于轮到我们了吗？回味了三年，终于要出国了。我们终于又要拍出国的 vlog 了吗？太开心了！给大家猜看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曼谷。给大家猜看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曼谷，烦死了！给大家猜看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泰国，算了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借着我生日的关系，我们要去泰国庆生，耶、yeah, ！要去曼谷五天四夜，而且听说阿凯有偷偷准备了一些猛男要当我的生日礼物，是不是？没有啊。好，生日之旅要出发喽，耶、yeah ！早安，来这边请右转，谢谢。早安，你好、哦，来另外一边请右转哈、哦。起飞喽！嗯，我不要，怕。还没拉伸呢。好恐怖！飞飞飞飞飞飞飞！痒痒的。江江，你看我们有这个车子。不是我，为什么有这个东西？这个车子呢，是我为了赶快可以去泰国境内玩，然后跟金刚旅行社先买了这一个所谓的机场接驳跟快速通关的服务。就是不想走路的意思。嗯。好凉啊！去玩喽！我觉得这个很棒，这个加购这个对的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，以后带妈妈或者是带家人来玩的时候也很适合，因为泰国的那个机场里面实在太大了，大啊，走路真的要走很久很久。对啊，你看有这个服务，张家不用去搭人挤人的那个快线，我们包车。对。我现在是不是看起来很想睡觉的感觉啊？天哪！哎、欸，你脸好肿哦。我现在就米姑啊，整个夜，哎、欸，我整个晚上没有睡。好了，够偷你桃花，偷你桃花，偷你桃花。我也没桃花可以偷的、啊。对。装什么可爱啊？所以我应该要叫 more sweet。你觉得不甜是不是？超不甜的。我可以去跟他改 more sweet 吗？会被黄标。发生事在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他是抱枕吧？我们应该要买这个。这什么？请示范一个生喉的动作。不可以这样是？哎、欸，如果有这么大的，你会不会爽？怎么可能啦？你会爽死吗？我会死。大象都没那么大吧？那这一点点。小导演，天啊，走秀走秀，快点！然后你今天都带一个。那你今天都带着哦，我买。有气势吗？有，我买，你今天都带着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给女生按过，我现在有点心情有点复杂。My shoes, please. Thank you. Thank you. So beautiful.
Underwear, yes. This thing, so we can put the clothes hanger. Okay. 好舒服啊！两个人一间应该是不至于会发生。我们可以两个人发生。那就要不要死了？哎，他内裤有点太透了。什么意思？他内裤就是绳子而已。这听起来，那其实一拉就会看到了，一清二楚。我天哪！这我现在必须把它弄上来一点。不然你看，你看，从这个地方，它超级透明的。我觉得，因为我这几天肠胃都不太舒服。他刚在揉肚子的时候，我就快要岔出来了。我觉得好舒服哦，嗯，好舒服哦。每天都要按摩，真的就是所谓的按摩之国啊。如何？它肉质很 Q 弹，真假的给我。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啊上一次来泰国的时候，我们是去吃一样是吃大头虾吃到饱，可是是就自己要剥壳剥到死掉那种。然后烤完之后浑身都是烧烤味。对，但它这个不用自己烤，难怪被誉为天花板。哦，好吃哦！耶，这个就是这个价位才有的那个芝士大龙虾。Thank you， 考坤卡。哇，你的脸还大，快点！哇，太巧了，我该检讨一下，是我脸太小吗？这脸太大，但它跟你更大。好香哦，我老天爷！是不是休息你的？哇！爱者。什么味道？什么味道？很肉，很甜哎，肉质超有弹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佩佩。佩佩，叫冰冰。佩佩跟冰冰，而且他们中文超好。他们是泰国人。对啊。可以在佩佩见霸王。他是文化大学的学生。所以你是去台湾读书才会讲中文？对对对。那冰冰去台湾？我也在台湾读书。哦，你是哪里？在明传大学。明传。嗯。那你们教我一两句泰文。好，行。你要哪一个？我想要。我很大。我很大。大家一样。红亚伊拿，真的吗？是他很大的意思。对，再学一个。再说一句那个，很开心认识你。啊，印尼替代卢塔。印尼替代卢塔。耶，佩佩冰冰，印尼替代卢塔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哎，我买单。打扰啦，欢迎光临家里。嗨，哦，蛮大间的耶。你要换衣服吗？好，换衣服。江江，什么意思？夜店战袍。先生，你不推一点，站那边去。你知道我这样拍，我是看到你的点点的。不可以，太透明了吧？你里面没有要再穿一件吗？没有，我穿着那我里面在穿的啦。是因为很热是不是？就是啊，我没有去过夜店嘛。没有去过夜店，第一次去就穿那么糟包。我想象中去夜店要穿这样。哦，好啦，反正我在你旁边，你也不会做什么坏事。不知道，而且我有带我们今天的最强功德主。哦，你说本集的功德主赞助？没错，卡洛伊的沁凉喷雾。主要是因为今天一整天啊都在外面嘛，然后晒太阳啊，然后流汗啊，出油啊，
然后但它就是有不同的成分，可以让我们的发根强健，然后又可以除臭，然后也不会让头皮油油的什么东西的。我觉得至少第一印象是好的吧。等下不是你任何另一半，你等下就是开心的玩，毕竟是生日嘛，懂吗？好好的去玩就好了。他们会喜欢我吗？你干嘛管别人喜不喜欢你？你要先你喜欢你自己啊，你都露点了、欸。好啦，走吧。是好久不见的 Mason Baby， 大吉卡的坤，大吉卡，生日快乐哟！真的是我们是疫情前见面到现在。可能三年过去了，他变壮哎，他变壮，可以，好帅、啊，好幸福哦，阿凯太幸福了。你很勤奋哎，我看你一个礼拜都会用一两次卡洛伊，然后做头发、去角质哎。主要就是因为今天晒太阳，然后又。抓发蜡、喷定型液什么的，感觉有一种就是我的毛囊都被这些坏东西塞住了。有堵塞跟出油是不是？嗯哼，对啊。但用这个卡洛伊的这个深层去角质，能够好好的把我的头皮清洁干干净净的。祝你生日快乐、啊！什么东西啦？祝你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即刻唱出来没有关系。好，不然过来这边我们重唱一次好了。好妙，好妙！我刚过来这边，过来这边。怎么自私的家？你还没洗澡？你给我过来！来吧，一二三，好了，不要再唱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太突然了啦！赶快蜡烛要洗。那轻点吧。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就是买房子的可以再买第二栋。啊，谢谢。然后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房子。哇。然后。然后大家身体健康，哎，不要下跪，要修起来。不会啦。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，然后都能够找到爱的人，以及被爱的人。他是数三个愿望。超过三个，我没有断句，我没有断句。好，第三个愿望。好耶！耶！耶！生日快乐！可可爱爱。怎么还有卡片？有啊，你写的吗？对啊，你要赌吗？为爱朗读。闭嘴！等下没有感谢的 feel。为爱朗读。来，为爱朗读。各位评审老师。好好读。啊、哦，好，对不起。我在发作了。怎样？要哭了。你这哭哭没关系啊，但是等下滴眼药水，眼睛有点红红的。宝贝，生日快乐！看到这张卡片的时候，代表我们已经完成在泰国第一天的行程。谢谢宝贝规划的所有行程，谢谢我们又再一次一起创造回忆，一起走了好多风雨。今年越来的我们要继续陪伴彼此往前，不论在哪里，我们的心都会在一起。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什么时候写这个啊？你会洗两次是不是？因为刚刚第一次洗的是头发，然后第二次洗的其实才是头皮，清洁两次。没错，它有加咖啡因。的成分哦，可以强健发根。嗯，所以这样洗完就好了吗？嗯，等一下还会有一组那个保养液，其他步骤是不是？嗯，好，这是一个保养的过程。衣服穿着不要感冒。好了，哎、欸，谢谢阿哥，你没有拿你的秘密武器。好。哒哒哒哒，魔法书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这个梳子呢，也是我们的关德主卡洛伊的啊，好像很好。气垫梳，我知道，我有在梳啊。然后它可以就是按摩你的头皮。哎、欸，可是你，我觉得你每次都按很大力耶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
我个人觉得还好，因为它是要让你的那个头皮的血液循环能够活络。喷头皮啊，对，喷头皮。而且啊，你看它有特殊的压头技术，它可以直接把五大精华注入到我们的头皮里面去，就像是在把你的头皮做 SPA 一样。不可能快睡着了吧？你现在是你准备要躺好好睡觉了？睡着了？怎么可爱啊？今天是第一天呢，还蛮开心的。而且好久没有一起来泰国了，那明天我们再去其他地方玩吧。那就晚安喽，明天见。宝贝，早安。起床喽！你昨天用头发，我都睡着了。起床吧。亲亲。早安。早安。醒的是不是？去上班不是，好香哦。对啊，就是我是昨天晚上跟早上都会做一次这个事情。头发看起来很蓬松哎，头皮好摸摸，不会出油哎，是不是很棒？好好摸，好像小狗狗。哎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太可爱了吧？开心吗？开心啊。会不会累？很累啊。那你来喊结尾吧。好，今天呢是李奥自己的生日之旅。还不是，我明明就在荧幕后面。就是谢谢大家爱我，我的生日很棒。然后今年生日来泰国玩，觉得很开心。但是这就只是第一支影片而已哦。我们明天还会去更多，不是明天，我们今天还会去更多泰国很多好玩的景点。然后还会去穿泰服啊，然后会去划船啊，还会去很多地方。那之后呢，都会把它拍成影片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在每个礼拜一的时候，请大家不要错过哦。然后请大家按赞、订阅、付费知道的 YouTube 频道、FB、IG， 以及加入我们官方 LINE 账号，搜寻“付费知道”就可以找到我们喽。天哪，我没有穿衣服，会被黄掉？不会不会。好。就可以找到我们喽。然后生日愿望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、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。好，就这样子喽。好，就这样子喽，拜拜。